我记得老听过。哎，谢谢你，谢谢。OK 啊，各位，我现在来到美迪亚早餐店哦。然后刚刚我先点了一碗大碗的锅烧意面。哦，今天会来到这边吃意面，是因为昨天我去逛夜市的时候，有遇到一个在地的观众，他跟我推荐的。锅烧这边呢，锅烧意面，锅烧意面你要到那个六路那边，可是现在也打烊了，美迪亚那一间。你上网站那一间锅烧意面真的赞。好，我明天再去吃看。对，早上六路。是这个吗？哎、欸，对，后方牌、哦，不好意思，餐具都在后面。哦哦，好的，好，谢谢你。先来喝喝看它的汤头如何吧。哇、哦，喝起来十分的鲜甜呢。刚刚我有看他现场，他那边有沙茶酱，还有辣椒粉可以让我们加，我们去拿一些来加好了。那我们加点沙茶酱，还有辣椒粉吧。哇、哦，整个满满沙茶味，好满足。这碗锅烧意面算一算，总共有五只白虾耶，感觉非常有诚意耶。你们看一下，虽然说这个白虾的大小跟我上次在中秋节企划开箱的那个白虾大小几乎一模一样啊，起码这个虾肉目前看起来是应该还算蛮新鲜的吧。嗯，这是新鲜的虾肉耶，嚯！我很喜欢南部这种口味锅烧意面的，好吃啊！嗯，
吃完了，那我们继续下一个行程吧。OK 啊，各位，我现在已经到柯子寮渔港附近的一个出海口这边的啦。今天我们就来出海口这边泡泡看说，说玩这种倒钓钓组到底有没有货了。那等一下我们一起去试试看吧。来吧，倒钓钓组加南极虾，吹蕊。然后各位给你们看一下，就算我站在消波块上，我是有穿救生衣还有雨鞋的。职工室内也有其他钓客在的，所以我们大家都是说是一个互相帮助的状况。咬一下，咬一下，哇，共菇，哎，好吧，我们只好前往下个目的地了，哎。大家好，我是偷刀，我现在来到高雄莲池潭旁边的虾皇钓虾场哦。是说刚刚钓鱼钓一钓哦，实在是钓到很怀疑人生的，所以现在为了取暖，我们只好又来到钓虾场，只要拉个手杆呢，好不好？然后刚刚已经挑好要坐的位置了，那等一下我们来准备一下钓具吧。然后它这边有分两个池子啦，它是一个很大的池子，然后在中间那边隔一个铁网，分为综合池还有公虾池。它这边钓综合池两个小时是450，然后公虾池是550，几乎跟中部的收费一模一样啊。你要想开单？我想开两个小时。谢谢你。OK 啊，各位，我已经开好两个小时的综合池，那我们开始做钓吧。哦，浮标好像有讯号咯，现在开始载浮载沉。沉下去了，那直接开箱看看，看会有虾吧。有双钩我们第一杆就双钩了，天哪，有没有这么幸运呢？双钩有饮料谢谢啦。一个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呢。好，放下去了。浮标好像又有讯号了，可以哦。沉下去了，那我们直接开箱吧。有，这只是正吃的、靠腰，哇，这种场子它前面有一个坎啊，它让我们的杆子的高度哦。等等，浮标沉下去了。有安安台子。
我们现在差不多才开单七分钟而已，我们就钓到四只虾子，看来今天这边状况还不错，而且这一只也是正食的。是说各位啊，现在没有虾子的状况啊，我们可以看看外面的风景，外面就是一大片的莲池潭呢，感觉就是很惬意啊。哎，浮标绳呢？呜嘘，哎，各位啊，哎，这只也是正吃的哎，看来今天豆耳三代咬矿是 OK 的哦。各位，我现在肚子有点饿了，不知道他这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啊？我去看看好了。OK 啊，各位，我刚刚去看了一下虾场的菜单，然后我看到他这边竟然有锅烧意面，我们敬请期待吧。哎，沉下去耶，那我们直接开箱吧。有各位，是一只公虾哎，我觉得可以呢。哎，那个地面没有生机，是啊，没了。娘啊！哎，有虾哎！多大？你紧进来啊！哎，浮标被拖走了呢！不许！安安，哦，我刚只是上车拿个充电器而已，谁知道这只母虾就把我们的浮标整个拖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哎，好了，各位，我们的时间差不多要结束了啦。那等等，我们去算一下虾量吧。哎，哎，什么？竟然在收竿的时候钓到这只下个虾！好啦 ，OK 啦，各位，那我先去收竿的啦。那我们来算一下，今天钓两个小时450元的综合虾池有几只虾吧？我觉得以这个量来说，算还可以呢。好，那先来算一下数量吧。来，一、二、十八。哦，我们今天钓两个小时有18只虾哎，我觉得这个量以这次南部之旅来看还不错的。那我们用台斤秤来称一下，有多重吗？归零。先看一下，嚯，1斤02两，我觉得 OK 啦，因为这样子450元，起码。可是钓虾它终究就是个修剪呢、啊、你是想要钓感觉还是想要钓这个量的话就见仁见智了，好不好？那这些虾子我等一下会给刚刚有一位钓客，他是一位新手啊。哎，哥，哎，加油了。
好了，你们看一下，这虾场的正对面就是莲池潭。哦，它的夜景的水色风光非常的明亮舒服啊。各位如果有来高雄那边走走的话，别忘了可以来这边看看。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拜拜。